主料，带鱼几条，带鱼买回来要洗干净，尤其腹腔内的肠子要去掉才好吃，洗净的带鱼要把水控干，这样才比较好煎。锅烧热，保持大火，加入少许油，将带鱼慢慢的沿边缘滑入锅中，煎大约两分钟，感觉差不多了，翻一面。翻的时候小心不要把带鱼弄散，再来关小火，大开火煎三分钟就可以了。烹饪技巧，煎带鱼很简单，火力要大就好，洗带鱼的时候要洗干净，记得去掉肠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